禁止接触，得治治。是药僧，可别眨眼。
Thank you.
囊翼结合是不错，但也别放松过头。
无论是冒险还是做生意，机会都稍纵即逝。
耽误太多时间，事情可就做不完了。霜寒化生，去吧，剑出，影随。
劳逸结合是不错，但也别放松过头。耽误太多时间，事情可就做不完了。无论是冒险还是做生意，机会都稍纵即逝。
劳逸结合是不错，但也别放松过头。引如剑，闲人勿扰，去吧。
剑出，影随。去吧，闲人勿扰。得治治，亮相了，可别眨眼。良药苦口啊，霜寒化身，血影如剑。
无论是冒险还是做生意，机会都稍纵即逝。
额外费用。 曾经也有其他人找到本仙的洞府，想要本仙收他们为徒，本仙闭门不见，他们便赖着不走。奥藏山都快成了露营公园，本仙便在洞府外贴了张便条，想要拜师者，先想出清心的99种烹饪之法，每天做出一种。果然没有人能坚持下来。哼，无论是仙家术法，还是机关造诣。 都需资质极佳、心性极静之人方能领悟。如果连3个月也坚持不住，也就不必白费力气了。向着星辰与身。 感谢你完成了今天的委托，这是给你的奖励。好的。 下次和他们一起玩，我会考虑的。异常。需加额外费用。 既然无事，不妨来本仙家中坐坐，讲讲最近的趣闻吧。 会考虑的，需加额外费用。
下次和他们一起玩。别叫额外费用。从事。我会考虑的。我就说嘛，可他们都不信。需交额外费用。天下承平，万象更新，正是人间好时节啊。
道。良药苦口啊，是药三分毒啊。良药苦口啊，无处可逃。吃吧，
良药苦口啊。哼，剑出影随。得治治。碧云素袖。可别眨眼，剑光如网，斩尽无杂。哼。无处可逃，血影如剑。良药苦口啊。
机关术奥妙无穷，并非三言两语能道明，但为什么每次都会把人聊困呢？耽误太多时间，事情可就做不完了。既然无事，不妨来本仙家中坐坐，讲讲最近的趣闻吧。劳逸结合是不错，但也别放松过头。天下成平，万象更新，正是人间好时节啊。耽误太多时间，事情可就做不完了。
斩尽无杂，可别眨眼。哼，得治治，去吧。良药苦口吗？一无四救，是药无处可逃。再轻呢？呀，血影如剑，哼！呀呀，良打，得治治。与之息怒。剑出，影随。良药苦口吗？肚子空着，这次不算。血影如剑，哼！可别眨眼，剑光如我，斩尽无杂。一速救，得治治。去吧，血影如剑，可别眨眼，无处可逃。去吧，良药苦口吗？得治治。与之息怒。可别眨眼。去吧。是药三分毒，得治治。这一路上的无限风光得慢慢欣赏才有意趣。你是不是跑不动了？
何？鬼之刃，聚集！别眨眼，剑出，影随。劳逸结合是不错，但也别放松过头。
梅会出马，这片洞与湖中景致让我又想起了之前莅临欧比克莱歌剧院的时光。哦哦哦，嗯，怎么了？看你吃惊的样子。水雾即是幕布，繁花即是舞台，大明星无论在哪儿都能为热忱的观众献唱。乃循规纳纪，归其不可强。